北京时间11月3日晚20时 ,2018-19 赛季西甲第11轮马竞客场1-1莱加内斯，床单军团八轮不败，格列兹曼任意球破网，卡里略扳平。比赛亮点精彩回顾，第二分钟格列兹曼做球，克雷亚小禁区的推射被门将挡了一下，击中横梁弹出，边裁许其示意越位在先。第21分钟奥斯卡又一次15度角传中，奈斯里后插上头球冲顶高出。第25分钟马竞搓传禁区，后卫头球解围，左路费利佩高速插上一记爆射将球打飞。第27分钟阿里亚斯后场犯规，奥斯卡任意球右脚弧线球攻门，皮球稍稍拼出底线。第31分钟路卡斯飞铲乔纳森席尔瓦犯规被黄牌警告，奥斯卡几乎相同位置再次弧线球打进角，皮球又是稍稍打偏。第38分钟鲁本佩雷斯传球，埃尔加尔外围右脚尝试大力抽射，奥布拉克将球没收。第48分钟萨乌尔直传身后，热尔松马丁斯高速插上，奎利亚尔冲到禁区外及时解围。第58分钟马竞左路传中，萨维奇抢点甩头攻门，门将奎利亚尔倒地将球扑出，裁判吹罚萨维奇抢点时犯规在先。第69分钟路德佩雷斯后场放倒热尔松马丁斯犯规，格列兹曼任意球左脚直接攻门，皮球绕过人墙飞进大门，奎利亚尔目送皮球入网。0-1。第82分钟乔纳森席尔瓦任意球旋入禁区，塔林远门柱小角度凌空垫射，皮球击中横梁下沿盘下，卡里略门前补射破门 1-1。第92分钟费利佩传球，格列兹曼禁区内左脚顺势攻门将球打高，出场阵容莱加内斯541门将，奎利亚尔后卫2胡兰弗兰9法里略72 2巴塔林24奥梅罗22肖瓦斯5乔纳森喜尔瓦中场10埃尔加尔西奥杰当67巴雷西奥21路的佩雷斯27奥斯卡前锋26奈斯里20桑托斯77马竞442门将3奥布拉克后卫阿里亚斯15萨雷奇21卢卡斯3菲利佩中场11勒马尔托马斯72巴萨乌尔14罗德里戈10科雷亚23比托洛65前锋18热尔松马丁斯9卡利尼奇88 7格列兹曼科伦